没事吧？林先生，让你见笑了。本来想找一处静谧之所，细问丹羽玄黄东极之事，未料……其实，我以前很喜欢狗的，小时候还和幽和哥哥在山上偷偷养了一只。那只山犬因为身具灵性，后来长得很高大，还记得它站起来比我的个头还高。但是有一天，我们发现山被污染了，担心它也受到影响。就在我们两人跑到山上的时候，它突然攻击我。你背上的疤便是因此而来。当时我受了很重的伤，我们一时又无法净化山犬身上的恶气。为了救小哥哥，只好忍痛杀了那只山犬。后来我病了很久，小哥哥恨自己修行不够，又气阿父阿娘和大哥对我不管不顾，决定自己出外寻访名医。但这一去却再也没有回来。抱歉。云先生，又和哥哥他，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又和他和我一样遇到一个恶鬼，他一度精通，被求传人，收罗诱骗许多小孩，将他们制成药人，让他们试毒，自相残杀。我和幽和是最后余下的两人，他让我活下来。哥哥，其实我早年卜卦便已知悉，与他再无相见之日。若不是我病了，他也不会。我可以为你治好这个伤疤。不，谢谢你。这道疤虽惹人非议，却是我和幽和哥哥珍贵的记忆。林先生，不住山一事我一直未能向你致谢和致歉。对我你无需如此。那也请先生忘却心中那份愧疚吧。幽和哥哥他一定也不希望我们因为他的决定而感到痛苦。如果云先生不嫌弃，是否能再多说一些幽和哥哥和你的事？发生了何事？云兄，原来你们在这里，事情不妙。城内有难民联合巨蟹发难，在城里施毒，众卫士死伤惨重，连百姓也被无辜波及。啊，那帝君和殿下？啊，帝君无碍，但是因为猝不及防，丹珠殿下受了伤，我们正要前往协助。走。